烘干这一题，他说要你哈解这些呢一元二次方程式。好，那我们来把它整理一下。这整理一下的话呢，这个多少？这是4 s 平方啊，减4 x 加一，那减掉呢 s 平方，减3 x 再减2，好吧，移过来，减掉2 s 平方，减 x 等于零。好，好吧，整理一下。s 平方有这个嘛？四减一再减二，就四减三是一。s 平方了啊，那常数项的话是多少呢？有负四啊这一项啊，啊还有呢负三，啊还有呢负一 x， 啊还有多少呢？常数项一啊负二没了，等于零。好，所以呢 s 平方了哈，这是多少呢？这是负八啊。x 减一等于零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它的解的话哈 ，x 就等于多少？等于四。好 ，a 是一嘛，是负二分之 b 啊四，啊加减根号多少？二分之 b 是负四的平方，减 ac 加上一，所以是四加减根号是七。好，再我们看呢第二题。第二题的话要解这个呢方程式，一样把它展开来，就三 s 平方了啊，减三加一嘛，啊加一，这是减二，二 x 减一，啊会等于多少呢？再展开来是四 s 平方，减四 x 加一，减六了。然后我现在把这些哈，把它移过来。移过来以后呢，四 x 平方减三 x 平方是 x 平方，负四，负四加二是负二，然后这是负六，哎，负五了，这两个加起来负五，负加一是负四，这是二 x， 哦，负四等于零了，那所以的话哈，这 x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。负二分之 b 一加减根号，负二分之 b 一负一平方号减 ac 加上四，所以是一加减根号五。